本期讲解一个抖音的新任务，无人播剧玩游戏不违规不侵权的项目。抖音星图小游戏任务，在抖音通过边看剧边玩游戏进行直播，是不会违规也不会侵权的，挂在星图的任务获取收益。这是新出的任务，流量巨大，赶上第一波早赚钱啊！操作简单，全民可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啊，项目的实操两百多招，讲解的非常清晰了，还有变现方式，还有这个项目需要的工具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这个无人播剧玩游戏，或者是抖音新任务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